给他一些没有人觉得，就是有人觉得不可能，因为运动可以改变他的体型，改变他的重量，他证明给大家看。我觉得这个我很感动，因为我感同身受。然后另外在女生的身上，我看到两个小孩的妈妈可以拥有比我们就是年轻人还要漂亮的体态，那就是因为运动。因为他除了改变心态之外，他还可以改变体态跟整个状态。没错，我觉得下次应该多加一个分数是心路历程这一块。心路历程的话，在台上有不是很感动？对，是，因为不是说哦，我变得人妻，或者是我结了婚，我就是一定会变成大家所谓的那种哦，身材变胖、中年发福这样子。其实真的要导致大家的观念，运动真的可以让你的人生不一样。对，而且大家发现啊，其实这几年大家健身啊，运动的目的，好像就更放低标准。然后我觉得大家跳。大家都基本上，我觉得现在男生的身材好已经是基本分了，反正是你练的协不协调，有的人肩膀就比较窄。